哎呀，有点像奶似的哈，里边牛奶浴。对呀，有个牛奶澡吧。哇，好凉。有没有水怪？你尝一口。我自己尝，我自己手指头。哎呦，不能喝呀。什么味儿？我闻不出来啊。不是你，你喝了吗？我没尝。你们会打水漂吗？不会。不是啊。你挑的这好。火。咚一下。哎呦，这个能会拿石头扎猛子。哎呦。得找好石头。哎呀哎呀一下可得一篇一篇啊一篇啊哎呦哎呦哇这行得有四篇我看着了我看出来了最多也就四篇谁超越四篇一人给他五电量行不行来来三哇，他这一到二飘很长，有了，有了，哎、没飘啊！咱往里走走行不行？往里走，来，往里走。哎呀，往里走，刚说往里走，门口挤。怎么这么近就下去了？石头不行。没找着好的。呀，最多两个。多希望你昨天许的愿是能打出三漂来。正经的国际比赛打水漂都这样吃饭。什么定律？咱这定律太准了，这定律太准了。我从来都没打过一票的。哇，行吗？这行吗？五六个，可以。不是，我会扔了，它跟那个石头薄片没关系。嗯，没关系。我告诉你啊，嗯，这么扔。啊啊啊！哦，这个没扔好啊，地下进了。哎，大喜整了四五条，也行。我现在是最多的吗？你啊，不是。什么？哇、哦哦，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五六篇得有吧？有了，也就我能跟腾哥较量一下了。来，哥，较量一下。来，赌二十的，就三把。一把一把，我胳膊甩不动了。好，就一把。挑好兵器，挑好兵器，来，来，你先。小伙，二三，二十啊，来了啊！哇，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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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票，回去了，别给人壶填满了。有有有有。这更多，这个是吗？没看着，水漂王，漂王，像云吗？哎呦，这天真蓝，太漂亮了。嗯，大家也知道，新疆是非常著名的畜牧区，所以呢，我们下一个游戏也是帮新疆宣传一下他们的牛肉。接下来，请大家把烤好的牛排切分成八块。每个人拿一块，30秒内向上叠成塔，同时坚持10秒钟不倒，就算你们全员一致挑战成功。宣传的话是不是应该新疆的牛肉呀？可惜。来，我们试一下。来，这不就八块已经叠上了？八块都叠上了，这是八块。哎呀，我们进屋了，完事儿了，大家都实验好了哈。对。来，
那个整块的牛排给大家拿上来吧。那咱们切的时候就注意点了，咱们就切几个大的，再切几个很小很小的，这样一垒就垒。漂亮，太聪明了。我是不是很聪明？给我留个钉。行。牛排钉。钉你来切，你刀工好。我只会中餐。我试试，你切。加油，月月哥。好嘞。好，可以。太大了吧？不大，你再给我整个小渣，再整个小渣。不，那放不上去了，放不上去了。能，放不上。你就在那个块里切。小渣，小渣能放上去，一个小渣怎么放不上去？就拿那最小的小渣，再切，再切，再小。你来，要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来，来，咱排好顺序，排好顺序啊！谁认领大块小块啊？我最大块。我要最小块，那就赶紧排好队，快排好队，排到后边，排到后边，一共就30秒，快排好队，你快点起来，我最后一块呢，你最后一块，最后一块你过来就一共就30秒，你最后一块走过来就得一分钟了，你怎么排队？你最后吗？不是，你这边排4个呗，左撇子排这边，行，你就在这儿吧，你就最后好。挑战开始，这我要再放不上去。给下一个接力棒，那个最科学的接力棒姿势传给下一位叉子啊。哎，铺平啊，最后10秒啊，八，加油，不可能，6啊，那完不成，快加油，3、2、1，挑战失败，那完不成，太快了。有没有公证处的今天？对啊，最小这个应该放最下面，就直接拿大的一盖，也不影响。对呀、啊，哎，小白那个对。那是不是就该腾哥是第一个呀？你先放小小的。我第一个，行。一人拿一个夹子，会更省时间。这样，但这样调过来，对不对？这样进，对吧？你的第一块在哪儿？我第一块放这儿，这儿呢啊。预备，开始。2，漂亮，走。3，走。4，走。走，走。哎，漂亮，走。后边都自己带工具了。漂亮，10秒，10、9、8、7、6、5、4、3、2、1，成功！挑战成功！恭喜各位，落座吧。好嘞。老虎菜吗？老虎菜，好吃啊。好吃啊。嗯。真不错，哇，好吃，真好吃，特爽口啊！嗯，那给他们留点吧。让冰再续点，冰，给续点菜吧。没了，那咋吗？给咱留一口啊，这不是给你俩留的吗？太好吃了，中午吃的那个肉正好吃这个，哎呦，这真爽口。这俩酱，一个咱东北的农家酱和这个呀，拍一个照片了。我给你自己，你别看，你买不到，我家带来的，真好吃，拌的，好吃啊，太好吃了。好了，我们端过去。嗯，上桌。小白拿一个。哎呀，好！凉菜齐了啊，马上是热菜了啊。冰儿一个人默默的付出，真是。还在那炒呢，冰儿。我给他来个不一样的面。
重要。这属于干条。来了，冰来了。嗯，干条来。哎呦，这什么呀，哥哥？面条。干条面呀、啊。嗯。这面条里面咋还有肉呢？那是牛肉。我干挑一下，我看。哇！啊，味儿不错呀，看着。嗯嗯，我再挑。嗯。嗯。嗯。哇。你这里是调你的秘制调料是吗？这我能让你知道吗？我自己搁家偷摸兑的，就是酱油不能是一种酱油，是几种酱油，有的要炒熟的酱油放一个，可精致了。有生抽有生抽的味道，一品鲜有一品鲜的味道，海鲜酱有海鲜酱油的味道，把它勾兑在一起，就是刚才这几种酱油勾兑在一起了。对，哥刚才已经完全曝光了，你们没听吗？全自己没问抖搂出来了，没有你们我可怎么活、啊？燕子，燕子，燕子，没有你们怎么活呀、啊？燕子，燕子，燕子，燕子。但我说实话，我看那片段我都哭完了，我就是稍微有点小的那种、啊。几年了？七八年了。来，哥，敬两位大厨啊，辛苦了！月月、冰，辛苦了！冰，辛苦了，辛苦了！两位辛苦了。今天八个人相聚在新疆，想不到，想不到吧？嗯。那月月、大喜你熟吗？大喜，我们也是第一次接触，这次。嗯，对。评价一下大喜，但大喜吧，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大喜很淑女。大喜现在对他，我怎么说呢？不叫压抑自己吧，但是我觉得有点，大喜是这个大变样。可欢实了，我跟你说，以前在我印象里，我第一次接触大喜，我印象里大喜是一个相对淑女的一个类型。现在以前啊，嗯，那他跟你太见外了。我没有接触过嘛，这次第一次接触，我觉得大喜很酷，因为我知道要参加这个节目之前，我还特意看了点咱们的这个花絮，特意看的，完了还是看了点儿。包袱少了是吧？不是，就发现大喜是捡乐那种，他特别容易捡乐。哎，那对对啊，对他爱笑，是，我觉得就很不错，很不错。我跟小白不是第一次接触了，你和小白不是第一次。对，几条我们经历过几次，小白很可爱，很乖巧。他呀。这个程程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对，我跟哥也是第一次见。这次我觉得程程真的是值得我闺女喜欢，因为我闺女现在偶像就是程程。嗯、哦，我还特意托我经纪人去要的程程的照片，我心想程程，啊，我找程程要照片，我觉得没必要吧，我闺女求我，你知道吧？然后我就找我经纪人要的他那个程程照片，程程跟大林好吗？对吧？嗯，对。然后照片一要就有，我签名照，我给你家存十张，万一一会儿有人要呢？我跟沙哥当然不用说了，这么些年了，是吧，哥？2015年开始一起做的节目，2015年，对。那评价一下我师哥，很好。完了。没了，简短而有力。来吧，再整一曲，最后一首歌吧，再来一首歌吧。你俩把歌唱了，好吧？我觉得也到气氛了，走走。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你真是啥都没。子怡没想过练练说唱什么的。我说唱不太会，说唱那个什么。而我的心里满满全是爱。好了，不想再说了，我不会唱这个。不是他会的真多呀，我就觉得。你没有听过那个歌吗？没有啊。什么啊，一个女人的心怎么可以怎么怎么样被伤害，我原谅。好了，不想再说了。是凤凰传奇那个全是爱呀、啊、你没听过吗？
而我的心里满满全是爱。